左后肩膀痛，左后肩膀痛，病人呢，正在拉，拉核电厂，把它拉到飞机上去，现在是拉通，原来不一样，原来是往后拉，现在是，往前走了，缆绳呢，像纤布拉船一样的往上拉，但是比原来好了很多了，因为它原来比原来矮了，那飞机放的，布置的比较矮，拉上去以后，飞机再沿着杆子。沿着棒啊，再往上移。原来我就讲的，那个杆子可以上下移动的啊，是这样。哎，好啊，知道了。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